2K 多价位的机器一直都是呼声比较高的，一般商家会给你推荐什么苹果11，都3、4年前的老机器了不说，还是4G 手机。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2K 多的性价比神机。为什么买手机一定要认准华强北大商家？第一，华强北的价格非常优势，这种信息差是你在当地手机店了解不到的。第二，找小背包客会随时跑路，搞不好人财两空。大商家不仅能提供售后保障，关键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档口新到的一批12 Pro Max 外观成色大多不错， A14 满血处理器，别看发布了2年时间，放到安卓堆里面依旧是大哥大。6.7 寸超清大屏追剧也是爽的一批，后置三主摄的组合不仅有拍人拍景都很好看的长焦镜头，还支持 4K 视频拍摄。我们这批拿货都是2900，像这种成色比较差的直接2899出了。批发商的价格玩的就是心跳，不为别的，每天出几百台手机只为有个好口碑。